们今天总共有新增的16例的本土案例，那一例调查中。我们今天总共有新增的16例的本土案例，那一例调查中，一例调查中的案例。那跟大家来报告大概这个16例大概从我想这份比较复杂一点那新闻稿给你们，我们再来讲这样可能会大家比较容易来听，要不然呢，因为有16例一例调查中，这个就会让大家有一点困难。那比较简单一点的那一个风险分级那我们这个把新加坡跟越南都提升到中低风险的国家。